Hello， 大家好，我是澳门国际青少年跳舞队协会的教师林玫。Hello， 大家好，我是 Sam， 我是前澳门田径代表队成员，又是我啊！欢迎大家收看林玫舞蹈教室。咁呢一 part 咧，我哋会继续跳牛仔嘅舞步同埋技巧嘅。咁快啲就係 swing 嘅幅度細啲，其實就係想像誒呢、這個可能有少少 lady 嘅想法，係啦，好似有條裙喺度，係啦，有條裙，有條裙嘅，你可以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你可以少有少少 bending knee， 係有少少曲收角，係啦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你嘅準備動作完咗啦，咁之後咧？我哋做一個牛仔最基本的步伐，係啦。咁第一步係搖滾步 ，six seven eight， 啊 ，one， 啊 ，two， 啊，係啦，我加埋喎，準備 ，five six seven eight，one， 啊 ，two， 啊 ，five six seven eight， 啊 ，one， 啊 ，two， 啊，係啦 ，OK， 好。講緊咩叫 chassis 步伐咧？其實就係講緊打開 to side 只腳，然後 close 或者 half close 只腳。然後再打開，係啦。咁我哋可唔可以連住左邊、左右兩邊做咧 ？OK， 挑戰一次喎。我預備 ，five six seven eight， 兩邊變曬。OK， 好啊，再講，再一次。好 ，OK， 咁我哋而家 ，OK， 左邊先，好預備 ，five six seven eight，quick and quick，five six seven eight，quick and quick。如果真正上嚟講咧，係連住做 ，quick。未學識就同我一齊揮關修練啦！下集再見，拜拜。